自古以来，人们在探寻功夫的真谛。种种绝世武功，是历史的真实，还是虚幻的传说？在忙碌的现代社会，到哪里能找寻那一种初心和古意？又如何明了纷乱世事之外的真机？我这一生几十年在武术中追求，越学越感觉到自己知道的少，更高深的境界究竟是什么？我一直也在想，我走过的这条路，我想告诉后人，他们从中也许能够得到启发，通往玄妙的境界。